자, 캐립. 캐립. 자세. 아, 로카수카. 아, 거비 통심 태가 허. 거비 통심 다게 오안 다게 허 허. 아, 접수하라네. 난 지금 와징의 시간네. 난 배라이 공 지레 台湾的语文甲教育台湾话的这个重要性哈，啊，我知咱在座有一些原住民的同心哈，啊，这个若有台语听无啥有诶哈，会当小甲边啊小反映一下哈，还是讲甲小迄个讲一下哈，我当阁用北京话阁小补充一下哈，啊，原则上咱即节会用台语来讲哈，啊，咱即节呢，啊，咱要讲台湾语文呢，啊，但是咱今仔日吼，咱特别呢，咱会用越南哈，用越南来做例子哈，啊，再翻头过来看咱台湾的语文哈，未来应该安怎做会较好势哈。啊，为什么要用越南呢？当然，这个越南伊的历史文化跟咱真类似啦哈，包括像讲今咱即卖呢有真侪这个为越南过来咱遮的遮新的这个啊，这个算是越南新娘哈，还是讲新的这个新移民呢？毛将近要甲正十万岁，吼，正十万岁，即个为越南嫁咱遮的新移民，吼。啊，拄好呢，因为我昨暝拄好为越南才拄转来，吼。啊，拄好前一站呢，带二十几个，吼，咱带团呢，我带团去越南做文化的交流，吼。啊，咱即摆看的这是拄好即个，即个咱台湾的布袋戏，以及越南的即个水上红仔戏，吼，越南有迄个水上木偶戏，吼。唔知在座敢有朋友捌看过？有诶，请举手。越南诶水上木偶戏吼，啊好，诶，有一寡朋友，有一寡同心吼，有看过吼。啊，咱拄好带团去，其中一个交流事项就是即个越南诶即个水上红仔戏，敢若布袋戏做交流吼。啊，咱台湾搬布袋戏拢是得用手人吼，啊，伫即个陆地顶头吼，伫涂骹吼，啊，种一边迄个布袋戏边啊，迄个吼。台仔顶伫演嘞，啊，越南因是伫水顶、水上啦吼，因人覕伫水内底吼，啊，浸伫水内底，啊，伫遐人迄个一个水上的红仔戏吼。啊，即、這个要讲到越南进前呢，咱先针对伊的即个历史吼，咱嘛小可来做简单的小解一下吼，特别是甲咱台湾非常密切的这段历史吼，啊，咱先来做一个补充吼。啊，这段历史呢？是安怎呢？哈、哦，咱标题才有讲到哈，是讲二次大战了呢，蒋介石呢代表联军呢来到台湾，以及去越南啊、哦，北纬十六度以上的越南，嘛是由这个啊蒋介石的啊、哦、派人去接收哈、哦。啊，这段有关台湾的部分，我相信咱秘书长、林秘书长嘛讲啊真详细，各位应该嘛拢真了解哈、哦。但是对着越南这段呢，可能大多数的人。较唔是遐了解，包括我以前嘛无了解。我这是拄好几啊当前去越南做调查的时阵呢，听到越南的老兵，哈、哦，有一个老兵，伊才甲我讲，以前蒋介石有派几啊十万的军队去占领过越南，哈、哦，甚至迄个老兵伊本身嘛是一个真有名的作家，哈、哦，还有写一本册叫做《夏内古都》，我的荷兰，荷兰就是越南即卖的首都啦，哈、哦，因的首都，哈、哦。啊！伊内底嘛有一个部分吼，讲、哦、到即个蒋介石军队去到越南了呢，啊发生啥物代志？哦，啊我听到伊安尼讲了呢，哦，原来蒋介石后去过越南，啊是安怎来去？哦，啊尾啊结局是安怎？尾啊才去到越愈侪吼相关的这些资料，啊所以咱今仔先简单讲一下呢，哦，针对伊这历史背景讲一下，了咱再个翻头来看，越南人是安怎来处理掉伊的越南话？啊，包括越南的文化，安那来重新建立着因家己越南文化的一个主体性吼。咱来讲呢，就是讲伫即个1945年8月15日呢，啊，日本天皇正式宣布投降进前呢，即个越南的国父吼、啊，叫做北方吼，胡志明呢，伊其实就听到风声啊，越南即个胡志明，伊真早听到风声，伊知影讲哦，那日本投降了呢。越南有可能呢，北部北边会交予中国这边来处理，啊，南边呢会交予这个英国来处理哈、哦。啊，所以呢，伊就真要伊讲准备呢，那当日本啊真啊投降呢，伊就要随
即个踮越南各地呢发动起义吼、啊。所以当1945年吼、啊、8月15日、8月15日呢，日本天皇真正宣布投降了呢，因伫越南各地真正就起义，短短两礼拜之间呢，吼、啊，伊就起义成功占领越南的所有主要的大小城市。啊，咱即摆看即幅图，这毋是我家己画吼、啊，这是伫越南革命博物馆内底，吼、啊。伊个一幅图吼，迄显示讲，迄当时吼，伊只毛写吼，1945年8月，因个所有个8月革命，8月革命，各位若有机会去越南佚佗个时阵，恁也注意看，因个大城市一定有一条路叫做甲望唐丹，就是8月革命大道啦，8月革命大道。啊，迄是咧讲啥？伊就是咧讲一段历史，就是8月15日到8月底，短短两礼拜之间呢，因发动起义。伫大小城市拢甲占起来，起义成功。啊，因发动起义的上时阵呢，胡志明嘛安怎？伊宣布组成越南的临时政府。哦，啊，过来伊随伫起义成功了呢，过当月吼，9月初二呢，伊就阁随宣布越南即个独立。哦，啊，因正式即、這个。啊，建立因的一个国家吼，啊，为啥伊要发遐尔啊赶工呢？来宣布越南独立啊，建立因家己临时政府呢？因为伊知影蒋介石的军队伫要翕来，就是日本天皇投降了呢，真正即个麦克阿瑟呢，联军统帅呢，就要求蒋介石代表联军来接收伫台湾以及北纬16度以上的越南，诶，日本呢？会投降就对了，等于代表联军去接受日本的投降。啊，咱即摆看即个相片呢，这是我为越南迄边找到的资料哈。这是1945年，蒋介石军队来到越南的海防哈，一个海港叫海防，哈，海防。哦，因伫遐即个阅兵啦，哈，阅兵台顶头。啊，你看这个有孙文啊，孙中山的即个相片哈，啊，这个有因国民党的车联旗哈。啊，这是迄当时呢，1945年呢，蒋介石伊个部队个军队呢，要进入越南河内个一个情形吼。啊，这嘛是伊个军队伫海防啊集结个入越来个情形吼。啊，这张呢，这是即、这个各位要看嘛呢，中即个呢是胡志明啊，啊边啊即个啥物人，敢有人要会出来？要看嘛呢？有人要看嘛？哦、我想伊个名，大家应该拢会知啦。哈、哦，但是这相片无清楚哈、哦，这翻拍的哈、哦，叫做何应钦，大家拢也听过啦哈、哦。何应钦代表蒋介石去越南，哈、哦，啊，这是伫因个河内，哈、哦，伊甲越南个国父呢胡志明伫遐翕相，啊，这是啥？就是伊代表蒋介石伫遐接受日本军个即个投降啊，哈、哦。啊，上时阵呢，越南的南边呢是由英国的军队来占领，啊、哦，所以这是英国的这个部队哈，伫、哦、南部。啊，咱再看这两个呢，这嘛是伫因个革命博物馆展览的两个这叠加做的这个通报器啦。啊，这啥物通报器呢？就迄当时越南的这个因个游击队呢，要通报讲吼，啊，这蒋介石的军队走到倒位啊，因要通报就对啊，啊、哦，一个做的这个通报器哦。啊，咱即摆看咧，这后边咧，这是即个胡志明的油画啦，哈，就有画家画胡志明咧。伫1945年迄个时阵，伫思考讲，啊，伫迄当时的局势咧，要哪甲蒋介石赶走？为啥要甲蒋介石赶走？因为咧，咱拄仔看啊，蒋介石的军队咧，真正到尾啊咧，真正有派超20万，啊，伊为即个云南、云南遐哈。啊，叫这个罗汉呢带领20万的军队，啊，这20万的这个数量呢，当然有人有无同的讲法哈。这20万是根据越南迄边因家己历史教科书写的。好，咱等下嘛，各位咱看，我讲的这历史呢，大多数拢记载伫这个越南高中的历史教科书内底拢有写着，包括这20万的军队嘛，是因的教科书内底写的哈。啊，这个20万的军队，迄边甲越南发生什么代志？各位想看卖呢？迄当时1947年，蒋介石因来到台湾，啊，发生啥物代志？二二八对无？啊，咱台湾二二八讲死偌济人？
哦，当然嘛是足侪种无共的估计啦，话讲两三万，话讲十外万，啊嘛有迄个像侯伯村讲的，讲迄几百岁啊尔，啊不管安怎啦，上低话讲十外万啦，但是呢，越南死偌济，间接因为蒋介石迄边死两百万人，啊这毋是我后壁讲的哦，哦是安怎那会死啊济人呢？因为伊蒋介石迄边的时阵吼，咱嘛知影，蒋介石军队来到台湾。啊，要食啊，要摕，逐项拢买。伊个军队迄个越南嘛共款嘞，伊也要求胡志明讲：我这二十万个军队，要食个、要穿个、要用个，拢爱你越南甲我买单呐，拢爱你越南出。啊，各位，啊，迄当时中国国民党甲中国共产党嘛当咧内战呢，啊，所以国民党当然伊安怎要摕较济资源，通个当去拍内战嘛。所以伊摕绝对超过迄二十万个军队要用个尔，啊。所以呢，伊就要求这胡志明越南呢，要甲大批粮食，吼、哦，要交出来，过来黄金嘛要交出来。啊，迄当时，各位，你若是胡志明，你要安怎？当然，伊无法度啊，伊只了苦肉计啊。表面上，伊嘛是应付啊。伊讲好啦，安尼，我就只好甲粮食、甲黄金交出来，交互蒋介石咯。啊，迄当时呢，越南拄好战争结束，战争结束呢。啊，过来加上伊即个北部呢，伊个收成无好，农作物的收成真歹，物件无够通食，吼、哦，无够野吼。啊，但是佮供应着即个蒋介石部队，伊要甲你摕遐农作物，摕遐粮食的，所以变成安怎？伊胡志明即个收瓜啦，啊，为越南的老百姓来得去收遐粮食出来。啊，收来的时阵，当然越南在地人就无够通食啊，无够物件通去食，因为安尼都枵死的，听讲有超两百万人，啊、哦，两百万人枵死啊，啊，所以呢，除了蒋介石军队去到越南，除了要摕粮食、摕黄金之外呢，伊个安怎要介入越南的内政啊？要介入内政，爱、啊、是安怎介入内政？譬如讲，蒋介石因着伫越南扶持一个。越南国民党，所以国民党不是只台湾有而已，越南较早也有越南国民党的，啊，拢是啥？拢亲中的啦，亲蒋介石的，所以伊就甲蒋介石就甲胡志明讲吼，啊，你骹手遐咩创啥？送甲你成立临时政府，啊，既然你都成立嘛，无安尼啦，你的政府内底内阁，你的国会议员让一半席出来，让出来要送，互亲蒋介石的遐越南。等于是越干就对了啦，哦，所以呢，伊就是安那要介入越南的内政，所以像迄当时呢，胡志明担任着因的国家主席，啊，副主席是啥？就国民党支派啊，应该是讲中国国民党支派，因支派啥？因支派一个黄海神呢，一个叫做阮海辰呢，黄海神呢，伊本身是越南人，啊，毋过呢，伊较早捌去参加过中国国民党的黄埔军校。啊，咱知影黄埔军校就蒋介石因伫培训因家己个军人嘛，所以黄海是嘛有参加过，其实不只是伊啦，袂少个越南人吼嘛捌参加过即个中国国民党个迄个黄埔军校吼，啊尾啊，即个后来嘛，佮即个黄海是呢嘛娶一个中国某啦，啊当然尾啊，后来伊流亡中国啊，吼、哦，就是后来即个越南真正独立了呢，伊就无路通啊走，伊就走去中国避起来吼。哦好，啊，这就是，迄当时蒋介石的军队去到越南了呢，乌白来就对啦，啊，要摕人的粮食，啊，要摕人的黄金，啊，要介入人的内政，哦，啊，伊为啥要安尼做？因为伊暗算想要甲越南摕起来，摕起来要创啥？啊，当然摕起来变作伊的一个身份，叫做越南省啊，哦，啊，好佳哉，迄当时越南有啥？有胡志明，胡志明看出出啊。伊会知影讲吼，即蒋介石呢来到越南了，可能无要走啦，稳当袂走。若无甲赶走吼，伊就霸占越南。啊，为虾米伊会遐了解？因为胡志明捌去互国民，捌互国民党吼，中国国民党关过一冬啊。较早吼，伊差不多进前四零年代时阵呢去中国，吼、啊，为虾米要去中国？因为伊嘛是要走找中国迄边的。支持要帮助越南呢脱离法国的统治，通去独立啊！所以伊日本去
去越南吼，去法国世界各国，要找国际力量来帮助越南独立就对了。所以伊去到越南的时阵，去到广西时阵，迄个中国国民党的后背啊掠起来。啊，为啥要甲掠？因为因怀疑胡志明是这个中国共产党的后背啊，所以甲掠起来关，哦，关伫广西，哦，关。关差不多一冬外吼，啊，换差不多十几斤的这个价格，所以越南这个胡志明有一本册真有名，叫做《狱中日记》《狱中日记》啊，迄就是啥？就是胡志明吼，中国国民党在关的时阵呢，伊的价格内底所写的日记啊，啊，所以因为安尼呢，伊因祸得福啦，哦，伊有中国国民党在关的呢，嘛因为安尼，所以对中国国民党呢，因内底遐的人在创啥、在想啥，拢真了解，所以呢。当这个蒋介石军队来到越南了呢，伊就想讲哦，这蒋介石罢免唔走的啦，你也无想办法甲赶走吼，伊会当啦。咱台湾来讲讲死敌定点，就甲定伫遐唔走咧，哦，所以呢，伊就想出一步，哦，要甲蒋介石赶走的步数。各位，恁若是胡志明，恁会用倒一种步数甲蒋介石赶走？有人有步数无？那迄个时阵？你伫迄个时代，哦，啊，你是领导者，越南的领导者，啊，你要用啥物步数甲赶走？敢有人要讲看卖呢？要看卖呢？啊、哦，无要紧，咱来补充一下吼。所以呢，胡志明伊就想着一步啦，一步苦肉计，什么款的苦肉计呢？因为咱知影，伫1945年以前呢，越南是法国的殖民地哈、哦，法国呢占领越南。将近要到一百吨吼，所以伫1945年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阵呢，法国嘛真唔忙，佮越南摕倒来做伊的殖民地，伊想要佮倒来越南统治越南就对啊。所以呢，胡志明就抓到这个法国人的心理呢，伊就私底下去找法国人讲，伊讲吼，你法国呢，若支持我，甲蒋介石赶走呢，我愿意。来加入你法国迄个邦联，啊、哦，等于用法国人来换蒋介石就对啊。啊，伊暗算是安怎？啊、哦，胡志明的想法就是讲，我先加联合次要的敌人来打击主要的敌人啊，联合次要敌人打击主要的敌人。啊，伊主要敌人是啥？蒋介石啊，因为安怎？蒋介石带20万的军队咧，而且中国搁伫个边啊尔咧，随时要派兵来。是加足简单诶啊！啊，法国较远啊，法国你若要派兵来，你得还阁有军舰，你得还阁载人，啊，载人来到遮火就花伊啊咧，袂扶持啦，哦。所以呢，伊就抓到即个法国人诶心理诶弱点咧，就去甲法国人谈。所以因呢，因甲即个法国人呢，伫1946年3月7日呢，有签订一个协定啦。即、這个协定吼、哦，当然就详细讲吼，法国啊，即、這个越南呢。欢迎法国阁倒来统治即个越南吼，但是条件就是，哦，即、這个蒋介法国人爱帮助越南人，甲蒋介石赶走，啊、哦，啊，然后呢，越南呢爱有伊独立的即、這个啊财政啊，独立的军队，啊、哦，也就是讲，你法国人会当派军队来，会使，但是我越南人家己嘛，也阁会使有，哦，相关的一寡某部分的一个驻地的。诶，条件就对了哈。所以咱即摆看即个相片呢，即嘛是为越南摕回来的相片哈。这位是胡志明，啊，像呢这是法国的代表，啊，因伫1946年3月7日签订迄个协定的一个相片哈。啊，伫这进前咧，法国人啊，就是讲胡志明找法国人讲的时阵呢，即、這个法国人咧嘛心肝内暗爽在心内咧，伊嘛私底下过去找蒋介石谈条件。谈啥物条件，伊就甲蒋介石讲，无安尼啦。照法律来讲咧，你蒋介石来越南只不过是来接受日本军的投降尔嘛。你任务若完成了，你就爱离开啊。所以呢，你就爱照聘照行，照即个国际上的惯例，你完成任务了，你就爱走。啊，你若欢喜甘愿走的时阵呢，我阁加送你一个礼物，啥物礼物？就是呢，过去呢。中国甲法国之间签的一挂不平等的条约，拢呼呼的准拄煞，哈、哦，都拢煞，都拢卖啊，啊，蒋介石听听嘛，讲，诶，这嘛袂歹咧，
法国愿意放弃以前签的一寡，即个中国甲法国签的一寡不平等的条约。所以呢，蒋介石嘛，感觉袂歹，过来因为伊要应付即个共产党，所以呢，伊嘛需要一寡兵力，所以需要甲兵呢调转去中国。所以呢，尾啊，因双方嘛同意，所以后来蒋介石军队就为1946年他们休落来时阵呢，为越南撤退，撤退了呢，换啥物人去啊？换法国派兵，差不多15000名。左右吼，再去换法国兵啊来取代这个蒋介石的兵，所以那段历史大概是安尼吼。啊，这呢，这段历史呢，伫越南的教科书吼，咱即摆看这是越南历史，历史就是历史哈，第12册就是因高中差不多3年的历史教科书哈。啊，这内底呢，伊看第3章吼，尊巴吼，尊巴就是第三章。伊讲到因越南1945年甲1946年之间发生啥物代志，遮当伊讲为北纬16度以上呢，蒋介石由蒋介石派去10万的军队来接受日本军的投降，所以这拢是事实的。你若有机会呢，越南人呢，你若熟悉越南朋友，伊若读过高中3年的啦，因为咱遮有越南新娘可能学历较低吼，有可能中学，有可能小学呢。你若问迄种有读甲高中读毕业的迄，你甲问，差不多因拢过记一历史教科书拢有讲着。所以伫越南人的心目中呢，蒋介石是好人啊，歹人是歹人，因为伊捌甲因越南的国父甲关一档，所以呢，毋然安尼佫捌占领过越南，佫害死200万的越南人，所以越南人基本上呢，因对即个国民党基本上拢是较负面的啦，较无好感，这是因的历史教科书完全拢有写，所以你也看，咱越南历史教科书总会写因真正越南历史啦。啊，咱台湾历史教科书敢会写到这？我以前嘛许骗伊呢，我若无去越南做调查，若无拄着迄位老兵吼，作家兼老兵呢，若无听伊讲，我嘛毋知影这历史呢。以前咱拢敢讲就根据开罗宣言，台湾就回归祖国，太有影，根本就毋是安尼嘛。以前历史教科书拢黑白转呢，结果伊去越南这段历史，伊拢毋敢讲，为啥毋敢讲？嘛好，足拄好，我去越南，去抢珠抢到抢着，拄着这个老兵，甲我讲，了我再收集遮相关的资料，发现讲，真正的呢，为啥物蒋介石伊毋敢甲咱讲这段历史？因为呢？伊若甲咱讲这段历史的时，伊就骨卡就说出来啊！伊凭啥物搁踮台湾？伊踮台湾，伊就无合法啦呢！就像咱秘书长讲的，若照安尼讲的时阵，这就完全无合法啦呢！但是伊竟然敢欺骗60几档呢，包括我以前嘛是拢骗去啊！所以以上咱补充的这就是讲越南因近代的这个历史啊。所以迄当时你也看，咱迄当时呢，台湾人就是。太憨啦，太天真啦，对中国历史无了解啦。人欧志明，越南欧志明呢，伊对中国真了解，所以伊嘛捌讲过一句真有名话啊。伊讲吼，因迄当时就是过去呢，越南曾经是法国以及中国的殖民地啦，捌法国甲中国统治过吼。所以欧志明捌讲啊，讲若要食中国人的屎吼。较输迄片法国人的臭屁啊！这是欧志明家己讲过，毋是我黑白讲的哦，真正。伊讲，若食中国人的屎哦，归去迄片中国人、迄个法国人的臭屁，中国迄个法国人的歹，就敢若像屁安尼尔咧。中国人歹就敢若屎共款啦。所以甘愿片臭屁嘛，歹食迄臭屎安尼。所以呢，你当时的台湾人真可惜吼，就是1945年日本天皇宣布。大行列大多数的台湾人搁怣怣，真天真啊，想讲这是中国同胞来咧解放，来咧拯救咱台湾人，其实毋是呢。所以好佳在越南，因有即个欧志明，才会当避免即个越南迄个中华民国退去，像这呢，除了越南欧志明因伫政治上真有 sense 真有迄个敏感度之外呢，人伫语言、伫文化顶头嘛真有自信呢。安怎讲？像这呢，欧志明伫1945年9月初二
所以赶紧宣布越南独立了。啊，伫迄个时阵，其实嘛也无人甲承认呢，但是伊要赶紧即个宣布越南独立。为什么？伊当然伊就知影讲蒋介石要失败嘛吼。啊，迄当时呢，伊宣布独立了第六天，9月7日，胡志明就阁随宣布讲吼，要恢复使用越南话。因为过去伫法国统治的时阵，因的国语是啥？是法语啊！伊那学法语，读册人吼，拢爱学法文。啊，伫中国统治的时阵，爱学啥？爱学汉文的。哦，所以伊即胡志明宣布越南独立了呢，伊随阁宣布要恢复家己的母语。哦，除了恢复越南话、家己的母语之外呢，伊废除汉文，嘛废除即个法文，法文甲汉文拢无爱用啊。改用越南的罗马字，就是咱即摆看的越南字啦。越南过去嘛用汉字，这段历史咱等下嘛阁会介绍。但是胡志明起来了呢，伊就宣布甲废除汉字。为啥要废除汉字？因为要甲中国做一个文化的切割啦。哦，今仔日越南呐，阁继续用汉字的时阵呢，真容易读中国册，真容易受到中国的影响。所以呢，伊伫文化上要甲中国呢做一个切割。哦，所以伊就开始用这个越南罗马字，伊就开始要踮全国呢开始推行哈、哦。所以像咱即摆看的这相片呢，就是迄当时呢，伊要推行国民教育，哈、哦，希望全国呢，无论你老的、少年的、查甫的、查某的，拢爱来学家己的母语。除了学家己的母语的时阵呢，听讲读写拢爱，唔是干样讲越南话尔呢，嘛爱样读甲写家己的母语。啊、哦，所以因在推行。你看，伫这庄卡的学校教的这个教室内底，因着咧教越南的罗马字。过来，甚至像这呢，因伫这个这个野外树啊卡，因的游击队呢，穿插咧边啊，嘛伫遐学因家己的母语，学家己的罗马字。吼、哦，你看人的这种精神是偌值得咱来敬佩吼。但是咱台湾人是安怎？吼、哦，1945年日本人了了，我中国国民党来。伊叫咱学北京，啊，咱就乖乖对学北京话咧。甚至即摆呢，经过60几冬，咱俗语咧讲的认贼做老爸呢，即摆真侪人，伊原来伊母语照讲是台语、是客语，也是讲原住民的话，结果足侪人拢安怎认贼做老爸，袂晓讲无当紧，佮认为北京话段是伊母语啊呢？这毋是我学爸讲的哦，你敢若阮成功大学、台湾文学系遐学生啊，逐当我若上课，我拢甲伊问啊。你感觉北京话是你的母语的牙手，拢差不多90%。啊，你看有差，有惨啊，无惨。含台湾文学学生有90%认为北京话是伊的母语啊呢。哦，啊，伊讲的台语，伊讲的客语，伊家己的母语呢，比英语较歹啦。英语佫讲比台语较好呢。即摆少年人是安尼呢。哦，啊，所以你看人越南人是安怎，人。还在拍游击队的时候，人穿差的，放在旁边，人就在学习自己的母语，坚持政治、文化、语言是在上时阵要做的啦。哦，不像咱台湾拢讲，拢甲语言甲文化的问题，拢等到啊，等到台湾有一天呢，若出头天了呢，再过来讲文化，再过来讲语言，那安尼袂扶持啊啦。哦，好，啊，这是这个有关越南的部分。过来，咱来看哈，这幅图呢，这个网格有啥物痕迹？各位也当看卖咧吼，这是1945年啊，越南独立报啊，这个报纸叫《越南独立》哈、啊，越南独立的报纸。这份报纸呢，右上角哈、啊，只要一幅图，这幅图呢，有一个痕迹啦哈。伊、啊、这个画，这个哈、啊、帝国主义是基于日本哈、啊，日本帝国主义啊，也一支枪哈，咧堵这个中国光头，这个是中国啊。啊，地堡啊，这是越南，啊，过来缅甸吼、哦。啊，上下骹呢，红 Q， 伊讲红 Q 上惨是台湾，啊，过来朝鲜吼，台湾吼上惨，因为迄当时台湾呐、啊，甲这个朝鲜呢，拢是日本的殖民地吼、哦。啊，你啊看，伫迄当时越南人的心目中就讲，台湾甲中国都无共个民族啊，因认为台湾甲中国是两个无共个民族呢。但是咱台湾人家己毋知安怎吼，目睭许喇叭糊个款。哦，1945年阁是啊，吼足欢喜个祖国来啊。哦，结果是毋是好也毋知啦。哦，所以你啊看，咱迄当时越南人就真清楚讲，
台湾甲中国，迄就是两个无共民族嘛。哦，啊，就甲咱台湾人家己戆戆啊，分袂清楚啊。哦，所以你看，迄当时一报纸人就安尼一看法来呢。哦，啊，咱台湾就是迄当时呢，中国经验成就，对中国呢拢无啥了解。哦，啊，都许骗去。这个越南的一个历史学家吼，真重要的历史学家叫做陈仲金吼，已经过身去。伊是第一个呢，用越南的观点，啊，佮用越南罗马字来咧写越南历史的一个因的一个知识分子吼，叫陈仲金吼。伊伫一本真有名的册，叫做迄个《越南通史》啦吼。啊，这本有翻译，中国迄边有甲翻译，翻作《越南通史》啊哈。伊个原名叫做《越南史略》哈，应该是叫做《越南史略》啦哈。啊，这本越南史的册内底，伊伫迄个大话头呢，迄本册话大话头内底，伊就讲着哈，伊讲哦，过去呢，中国咧统治越南迄段历史呢，唔管大人囡仔呢，啥物人去读册，拢敢学中国史，无伫学本国史啦。哦，啊，若写诗、写赋、写文章呢，嘛拢爱根据中国个古典，哦，啊，对着家己个本国个代志，拢无要提起啦。哦，啊，甲本国的历史咧当作是无路用安尼啦，所以你啊看，伊讲的这段，哦，伊的感慨是毋是拄好讲到咱台湾人的心声？咱台湾人即卖是毋是话安尼？哦，你啊看最近，哦，马政官呢，伊即个高中的历史教科书嘛，搁要甲你改呢，哦，搁要甲你改做完全中国观点呢，甚至内容呢？内容啊，迄观点啊，迄规拢要甲你改呢。哦，啊，你啊看，啊，这多好，就是越南，因过去经过的历史，多好，咱即下嘛一再咧重演。所以越南有真侪经验呢，因对抗中国的经验呢，其实嘛，咱值得咱台湾人来参考吼。啊，所以呢，咱拄则讲的，迄是有关越南的一个近代1945年迄段时间的历史吼。咱搁翻头，搁往前，搁个推算，啊，即个啊越南。是安怎因会当1945年的时阵，才坚决要保卫家己的语言、甲家己的文化？哦，当然，这讲起来话大，当然，这甲越南的历史吼，伫2000年的历史当中咧，甲中国常常是拍来拍去啦。哦，在中国若强的时阵，就要欺负越南。哦，啊，越南若较强的时阵，就甲中国佮拍上去。啊，若较弱，就去用占，就去用中国占领，就安尼吼，拍来拍去吼。啊，咱即摆来看咧。越南过去呢，用汉字的历史抄了2000年，哦，伊用2000年，所以越南呢，迄个汉化的这个历史，迄个汉人影响的历史，其实比台湾人搁较深呢，哦，甚至到较近代呢，嘛还搁未少越南人会用看汉字啊，哦，咱来看吼，像这首诗呢，这是胡志明所写的《岳中日记》，啊。伊就用汉文写的哈，伊写讲身体在岳中，精神在岳外，欲成大事业，精神更爱大哈，更爱大哈。像这呢，伊是用汉文来书写，当然伊念是用越南话的发音啦哈。啊，所以这是这个汉文甲中文无同哈，这各位爱分得清楚哈。汉文甲中文是无同的哈。咱举一个例啦哈。这个汉文跟中文是怎么不同的，譬如说像东西，东西到底是中文还是汉文？是中文还是汉文？哦，是汉文，哦，汉文就是说你用台语、用客语、用广东话、用越南话，甚至用韩国话、日本话也都可以念一下，而且对方也可以理解，哦，这种是汉文。啊，你若中文就啥，是以北京话为主的迄种白话文，迄是中文。你若用中文写的时阵呢，越南人伊就看无啊。哦，啊汉文呢，越南人伊会看有吼。譬如讲东西呢，即个李白的《静夜思》吼，即个我想大家人拢有印象啦吼。你若北京话伊念吼念做《床前明月光》吼，啊若台语呢，咱讲《床前明月光》，啊若越南话呢？越南人伊读的时阵，伊就念越南话，伊就念做“上点明月光”，哦，这是越南话。所以你若汉文呢，基本上是拢会通啦，但是语音是无同哈。所以像胡志明呢，越南的国父呢，伊本身汉文嘛看有，但是你要叫用北京话，北京会听无啦，啊、哦。
所以伊去甲中国、甲中国人直接的时，拢是用啥？用笔的，用笔的沟通的啦。过去拢是用汉文的沟通，包括伊去日本，也是讲去个地呢，啊，那是汉日文化圈的所在呢，基本上拢是用汉文的沟通的吼。啊，这是过去越南的一个历史吼，引用汉字的一个历史吼。啊，因为大概伊这个历史两千档当中呢，咱简单快速甲看一下吼，在公元前111年到个公元939年这段，差不多一千档当中呢，是中国直接统治啦。啊！伊予中国直接统治超一千档，啊！伫迄一千档当中，官方拢是用汉字啦，啊，拢是爱用汉字吼、啊。后来呢，伫十世纪的时候，因为独立，啊，因为建立家己的封建王朝，啊，就古早是封建王朝，啊，用建立家己的封建王朝吼、啊。但是呢，伊嘛是爱个算是即个中国的即个藩属国，啊，就是三档五档，就爱去中国朝贡。哦，爱操讲一届安尼，哦，变作伊个藩属国吼、哦。啊，这段历史呢嘛，差不多一千档当中吼、哦。啊，到个即个19世纪末的时阵吼，19世纪后半期呢，19世纪后半期的时阵呢，法国人去占领即个越南吼，甲、哦、越南摕起来变作伊个即个殖民地吼、哦。啊，1945年呢，胡志明呢宣布越南独立。啊！啊，当然，伊一开始宣布是，敢有人甲承认？无啦，拢无人承认。差不多到个1950年代，啊，差不多过五档了，才开始有人甲承认。啊，上早甲承认的是啥？啊，是中国甲俄罗斯啦，应该讲苏联啦，过去的苏联啊，上先大先甲承认啊。啊，伫这个无同的时期呢，因使用的这个文字嘛，无完全同款吼。伫、啊、中国统治的时阵是用汉字。啊！因建立家己封建王朝时阵呢，伫官方呢，大多数嘛是阁用汉字咧。啊，有个人感觉足奇怪呢。哎，按家己建立家己王朝啊，是安怎来阁要用汉字？各位想看，为啥因阁用汉字？因为既得利益啦，既得利益，就是对着古早遐统治的遐文人阶级呢，遐文人阶级呢，用汉字伊较惯习啊。就敢若袂输讲用，咱用现代来甲看就好啊。在现代呢，咱的联考、咱的指考啊，好，哦，也是讲什么高中啦、大学啦的考试呢，即摆拢考啥？拢考中文啊，中国文尔嘛。敢有考台湾语文？有考合法客语无？有考原住民的语言无？有考台语无？拢无啊，拢考中文尔。啊，啥物人定的？啊，遐做官的拢是中文的既得利益者啊，啊，过来拢是中国的思想啊。所以伊就是安怎，伊就拢考中文尔，不止考中文哦，搁考中国文化、考中国历史、中国地理咧，既得利益者啊，哦，啊，所以迄当时的越南呢，嘛同款，伫封建时期、封建时期呢，遐个做官的大多数嘛是呾读中国册啊，受中国影响的啊，啊、哦，伊无为着老百姓来考虑的，伊是为着个人既得利益。所以呢，伊嘛是维持继续用汉字，哦，伫官方嘛是维持继续用汉字。简单少数的皇帝，越南的皇帝，譬如讲胡圭丽、胡季礼，啊、哦，或者是阮徽、阮徽啦，哈、哦，阮徽，啊、哦，这两个皇帝呢，在生的时阵呢，想要推翻越南的字南字，啊、哦，就是因家己的越南字，可惜因在生无几年，就伊做皇帝无几冬啊。就翘起了、哦、啊，所以呢，就变成讲大多数的时期拢是用汉字、哦、啊。啊，因另外因的越南字叫做啥？字南、字南啊，字弄哈，字弄就是类似咱台湾的歌册迄种文字啦，就是用汉字啊调整一下、修改一下了呢，来去写台语还是写客语迄种字啊，伫越南叫做字弄啊，是意思讲南方的文字的意思哈。哦啊、后来呢，是他17世纪的时阵呢，传教士去比较越南，的时阵，甲罗马是炸去比，啊，啊，其实上时阵，17世纪的时阵，传教士荷兰的传教士来到咱台湾，伊嘛有甲罗马字炸来咱台湾啊，迄东西就是啥，原住民的，啊，咱只统称的新港文书啊，新港文，啊，伊主要是写西拉雅，啊，也是讲克达加兰，啊，也是讲法布朗，
一些原住民的最早期的这个文字哈，是十七世纪的时阵啊，透过传教士传来咱台湾的哈。所以越南嘛，同款呢，哦，因伫十七世纪的时阵开始就有这个罗马节出现，但是呢，一开始拢是少数的教会的人伫用尔。啊，要开始会当普及甲全民拢伫用越南罗马，迄是二十世纪以后的代志啊，二十世纪以后的代志啊，哦。啊！伫法国统治越南的时阵呢，因安怎嘛用法文呢？就亲像讲日本时代，日本统治的时阵呢，台湾人爱学日本话同款。伫法国统治的时阵呢，越南人嘛是爱学法语。啊、哦，不过有一个较特殊的是，法国人呢用阮越南人伫小学的时阵，你会使学越南话，而且你学越南话时爱用越南罗马字，袂使用汉文。啊、哦，为什么伊这个法国人要安尼做呢？因为法国人去到越南的时阵，伊发现讲吼，这越南人和中国人影响太深诶。越南人嘛是咧读四书五经，哦，啊受中国影响太深诶，拢读中国册。所以呢，法国感觉讲吼，那是要统治越南呢，上好就是甲越南甲中国甲切落开，和越南人袂当阁读中国册，就较袂受着中国影响，啊、哦。所以呢，法国人的策略就是要甲废汉字，哦，汉字不爱给越南人去用，哦，啊，但是伊的终极目标呢，终极目标是要甲越南人甲训练，会变成读法文的。但是你想要要建用法文呢，无遐简单呐、啊。所以伊要有一个过渡期，就是给越南人先用越南罗马字，哦，啊，等伊惯习罗马字了呢，伊要全部来转换做。法文会较简单，所以因的策略就是废汉字，然后因准因念小学呢是双语的，吼、哦，因法国统治是双语，就是你小学时阵、低年级的时阵是越南罗马字以及法文并行。当然，你年纪愈来愈高的时阵，你的越南话愈来愈少，法文愈来愈多，吼、哦，因的策略是安尼，吼、哦。好，啊，到甲1945年以后，当然伊就规个拢采用越南罗马字啊，吼、哦。伊个整个大概历史是安尼吼，过来，咱若来看伊即越南个文学史观呢。伫越南个历史文学个历史伫发展当中呢，甲咱台湾真无相像啊。咱若咱台湾呢，真侪台湾文学研究者呢，伊个观点、伊个史观拢受中国个影响，拢是用中国角度来伫看台湾个文学，真罕呢有为台湾人个角度来伫看咱家己台湾文学个。但是当越南是安怎看，好，咱即下简单看一下吼。越南历史、越南文学，伊若是为古早到现代安尼一直发展来个看的时阵吼，伊会当分作古典文学甲现代文学。古典文学就是用迄挂字难，或者是用汉字写遐物件，哦，迄种古典文学。啊，现代就是为法国统治越南以后呢，开始有越南罗马字即种的。啊、哦，即以后呢，拢开始算现代文学吼、哦。啊，伫古典文学内底呢，伊较重视的是啥？越南、日南所写遐文学。那伫搁较早以前呢，伫中国统治的时阵，用汉字写遐文、遐物件呢，越南人无认为迄是越南文学吼，伊、哦、认为讲，迄只不过是中国人统治越南的时候，为着伊的统治方便。所记录的官方的一挂记录尔，所以迄是历史文献尔，迄毋是越南文学。吼、哦，尤其迄作者拢是中国人，或者用中国史观去写的物件，吼、哦，迄是统治的需要写，所以迄毋是越南文学。越南文学是十世纪以后越南独立了呢，越南封建王朝建立了呢，才开始形成。啊，开始形成呢，啊、哦，伫即内底呢，伊的古典的呢，伊嘛分啊、哦、吼，古典虽然有汉字甲字难，但是呢。伊个重点是放伫字难，啊、哦，就是用越南字写，遐越南人用越南字写，才是伊个重点。啊，若是中国人写，拢无算。哦，啊，你若越南人写呢，用汉字写，遐呢，得爱有越南的民族精神呢，遐才有算是越南的这个汉文的越南文学。啊、哦，所以因的这个，因的定义是真严格吼、哦。啊，若法国时代呢，用法文写，嘿。伊嘛无算，法国人用法文写，虽然伊住伫越南，但是迄无算啊。啊，
啊，譬如讲像即个汉字文学呢，哦，伊毋是讲所有只要用汉字写，就拢算是汉即个越南文学，并毋是吼。伊个条件是爱越南人具有越南民族精神来写，迄伊才勉强承认你是越南文学。哦，啊那无呢，伊就无算吼。啊，即个汉字呢，在越南人的心目中呢，到底是本国字还是外国字？汉字伫越南嘛用两千单，但是各位有机会你问越南人，你若问讲汉字是越南字还是外国字，伊一定甲你讲迄外国字咧。伊袂讲啊，我着用两千单吼，我着讲迄是本国字，绝对袂啦。无像咱台湾人吼、哦，啊中国人甲咱占领一下六十单咧，咱着讲北京话是我的母语啊，着随人插做老爸啊。吼、哦，也是讲啊，啥物物件啊着。哦，人强迫咱用遐久啊，啊，咱着甲承认，人袂安尼呢。哦，所以伊汉字伫越南人来，对越南人来讲，迄是外国文字啦。啊，因认为讲吼，即、這个汉字因是高不二种的，是无法度的。哦，是伊若是会使是，伊是要恢复使用家己的越南字。哦，啊，汉字迄是因为着高不二种嘛，伫中国统治的时阵被逼的啊。但是若有一天伊会当家己选择的时阵，伊要选择家己的母语，哦，伊这点的精神，我感觉迄是咱台湾人应该爱选择，啊，应该爱学习的。譬如讲，咱即摆讲啊，北京话大家拢会通啊，无唔对，咱迄个通伫六十几档，大家人北京话拢会通。但是北京话，敢是咱的终极目标？而北京话敢是咱的终极目标？应该唔是啊，迄是过渡期啊，咱应该尽量爱恢复咱的母语较对啊。咱会当有十档、二十档，慢慢啊恢复咱的母语的时间。总是袂当讲啊，因为都从统治六十几档啊，北京话就用惯势安尼，所以咱就继续用啊。啊，即阵咱袂输讲一个真水的查囡仔呢，啊，用强去呢，强去了即个匪徒，即个歹人呢，啊，你都互我强去啊吼，无安尼啦，你都归去嫁我做小三好啊啦。各位，哪里恁敢愿意？当然嘛袂使安尼。哦，啊，所以你看人越南人，哦，虽然因伫因的历史中，中嘛真久长的历史，拢在用汉字，甚至嘛一寡作品是用汉字在写。但是因嘛是希望讲，因长期落尾越南文学是爱用啥？用越南语文甲越南文字在书写，靠伊的代表性啊。所以你咱即摆来看越南古典文学吼，伊介绍一定拢是越南字的，伊足少咧介绍迄个汉字的文学，非常少的。除非就像咱拄则讲的，即、這个。非常有因的民族意识，遐个因的一挂反对、反抗中国真有名，遐个即个将军吼，伊伫古早时阵，譬如讲即、這个李成杰，吼、哦，是越南真有名一个将军吼，啊、哦、是讲即个元载吼、哦、软件的，因写迄当时因对抗中国，啊用汉文写一挂的文章，哦，因才认为迄是越南文学。那无呢？剩的伊差不多拢是介绍字人的，真少会介绍即个汉字的吼。但是咱台湾就无共个呢。你啊看咱台湾呢，咱台湾人拢安那，甲一寡中国人，譬如讲沈光文啊、郁永河啦、蓝廷珍啊、蓝廷云的，即下呢，其实人是中国人啊，人是中国出世大汉，就伫中国受教育。有的人是因为，譬如讲像沈光文是坐船拄到风台，才漂流来咱台湾的。啊，嘛有人为是，都因为公家派来台湾来探勘这个流矿啊、哦，看台湾有会当采这个流矿无？哈、哦，啊，伊就写写有关甲台湾关的，讲迄拢甲当作台湾文学个代表性的经典的作品呐、啊，最含挂挂呢，非常含呢，啊、哦，即个咱袂输讲，啊，我去越南去做一下调查，啊，写一下甲越南有关系物件，结果同列做是越南文学作品呐、啊。真好笑，这伫越南敢有可能产生？无可能啦。但是呢，咱台湾人就是安尼，无家己一个主体性啊。等到正讲咱台湾人用家己的母语，包括台语也好，客语也好，台湾人家己写的物件，等到无要让伊承认啦。等到讲吼，这中国人写才是台湾文化的代表。啊，这有够含的。啊，这毋是讲古早安尼尔呢，近代嘛是同款呢。你啊看即卖足侪台湾文学。哦，国大学个台湾文学系，因拢咧抱啥？抱余光中啦，抱白先勇啦，讲个歹听，拢只系中国人个
吼，而且遮权贵子弟呢，因的文学作品拢咧甲抱啦，讲迄是台湾文学的代表啦。啊，正讲台湾人写的拢无要看啊，拢无要讲啊。哦，好，啊，咱即摆来看呢，即、這个像这呢，越南的字人，什么叫做越南字人？咱即摆看这是几一个字啦，吼，这是越南呢，真有名的，叫做原书，伊的即个字人吼。这个字南字呢，咱若无甲你讲，这是越南字南字吼，咱可能想讲，啊，这是啥物字？是台语是哦，还是啥物货？看无啥有啦，啊、哦，啊，这就是越南字南字，啊、哦，淡薄类似咱用台语，用汉字来咧写台语同款吼，啊，当然这得爱有学过了才看有伊啥物意思吼、哦，啊，像这是咱台湾的歌册，哦。啊，像这呢，台湾歌词嘛是吼，你若是叫中国人来看，伊嘛看无啦，吼、哦。啊，若是会用台语的人看，加减啊半看半页，可能阁又有一寡，但是无一定，大家拢看有，吼、哦。好，啊，像这就是阮惠哈，阮惠的皇帝哈，诶、哦欸，像伊这呢，这个阮惠呢，算是越南真有名，差十八世纪末期的时阵，一个越南的皇帝。伊拍败迄当时个满清呢，满清派二十万个军队要拍越南，结果呢，啊、哦，拄着阮惠个军队，用拍一个凄惨落魄，啊、哦，听讲死几啊万，哦、啊，咱即摆看，即就是迄个阮惠宫中吼，迄、哦那个因即个越南个皇帝呢，伊一个纪念个一个公园，啊、哦，啊，即是用越南字南字所写个诗吼，看起来那像汉文，其实毋是吼，即、哦、是越南个。字南诗吼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咱就讲较紧的吼。啊，啊，过来，到到二十世纪以后呢，法国人统治越南的时阵呢，啊，迄当时就几啊种的写法啦吼，会用法文，嘛汉字，嘛字南，嘛罗马，老一辈差不多用会用汉字吼，啊，话嘛用字南啦吼，啊，若少年辈差不多法文甲罗马字啦吼，啊，即、這个但是。尾啊呢，豆豆呢，尤其是这个法国正式甲废除汉字以后呢，停止这个科举考试以后呢，汉字的地位就愈来愈低啊。过去汉字的地位较悬些，因为科举的考试啊，就是你要做官的人，你拢爱考汉字啊，所以变成大家就拢拼命学汉字啊呢。啊、哦，今仔日咱台湾的大学联考、高中联考，咱就甲中文甲取消掉，你看啥物人阁要学中文，对无？就是安尼啊，你看当初时。中国人来了安怎？伊就调工甲北京话列做考大学升考、大学啦、高中的升学考试嘛，啊，佮列做国级学校必修嘛。啊，咱的母语咧，拢无爱互咱选修，含选修都无爱哦，吼、哦，免佮讲到甚物都爱必修啦。所以变成怎啊？大家人拢无爱学家己的母语啊，家己的母语拢无要顾，先去学其他的语言啦。啊，台湾就变成安尼。啊，所以迄当时呢，啊，伫二十世纪初期的时候，越南呢，伊嘛，因为迄当时的情形吼，就是讲伊废除科举考试了呢，汉字甲字南自然就愈来愈少人在用啊，就较无人，较无受重视啊吼。所以尾仔就剩法文甲罗马字这两派尔吼。啊，这个使用这个法文的呢，差不多拢是法国的殖民者啦，啊，主张用法文的，他拢是法国殖民者，啊，啊，若是主张越南语文的呢？哦、差不多拢是即个越南人的主张啦吼。啊，咱来举一下例啦吼，像讲即、這个有一个范景吼，迄当时越南的一个南方杂志的主编叫做范琼范景吼。伫迄个时阵，二十世纪的时阵，越南的知识分子甲咱台湾的知识分子有啥无共呢？真大无共吼。你看像范景呢，范景伊本身法文足够讲的，拉丁文嘛会晓，越南话嘛会晓。越南人罗马字，啊，过来汉文字啦，迄嘛拢会晓，哦，嘛算学问足饱的人呢，啊、哦，虽然伊法文嘛足牛的，但是呢，人伊安那主张，你看，伊伫1931年《南方杂志》第164期的时阵，啊、哦，伊有安尼讲一段话吼，伊原文是安尼，我甲翻译过吼，伊是安怎呢？伊就讲吼，政治啊，国文诶，国学呢，袂使脱离国文，若无国文，就无法度成立国学。咱越南国呢，过去无应该用汉字来建立国学，未来嘛无应该用法文建立国学。咱越南国若要建立国学，就要用越南语文。
你看，虽然伊是受法文，吼、哦，而且嘛是法国殖民地，遐个算是用法文来栽培起来，即个新一代的即个越南的知识分子，但是咱有放弃母语无？无呢？但是你若看日本时代1920年代到1930年代，迄当时所有的新旧文学论战，或者是讲所有的即台湾话文论战，台湾人分作三派，一派主张用日文，吼、哦，一派呢主张用中国话文，一派则主张用台湾话文。但是人迄当时的越南人，伊敢会主张讲用汉文，敢会主张用中国话文？袂呢？因差不多就是拢主张用越南话啊。虽然因是伫法文的背景之下呢，训练出来、培养出来的新生代知识分子，但是咱人对家己的语言文化无放弃啊。但是咱台湾人袂就袂着放弃啊。所以你啊看，1920年代迄当时的咱台湾呢，咱遐先辈呢，就是安尼啊，哦，妥协性真大，所以到到今嘛是同款啊。到到今你啊看，啊、哦，无论是教育也好，无论啊各方面也好，会拢用北京话呢。你就算含反对党诶，甚至足侪本土社团，嘛拢用北京话呢。哦，坚持用咱家己诶本土语言，包括原住民呢，包括客家，还是讲咱台语呢。我看看，可能就是。台湾民政府上坚持用本土语文啊，哦，啊，你啊看咱越南迄东西是安尼呢，哦，所以呢，咱越南人是安怎？因认为啊，越南人甲咱台湾人上大的差别就是，人认为，哦，就是讲殖民者语言呢是暂时的工具尔啦，唔是伊的终极目标啦。咱终极的目标是要出头天啦，唔是要做中国人的奴才啦。咱越南就是这种精神啊，不止越南，咱韩国人嘛是。顶一届演习，我就讲到韩国个例。咱今仔时间有限，咱就无要讲韩国个例。咱韩国嘛是同款啊，所以人伫1945年以后，人就开始要恢复人个韩国个语文啊。所以咱今仔人韩国会当创造因今仔个语言甲文化，变成一个韩流，伫世界正称。啊，咱台湾人啊，要摕啥货出去？这就是咱爱思考的吼。啊，咱到底咱台湾的语文会写一无？有留下什么款的重要文化的资产无？有啦，真济啦。啊、哦，所以咱接下来，咱就要来讲，其实咱台湾过去嘛留下足济啊无语的文化资产。可惜咱的教育拢无要甲人讲，包括进前啊，各位话呐有注意到。即、这个，我甲黄春明，吼、哦，我抗议黄春明，吼、哦，一个作家叫黄春明咧，我甲伊抗议迄件代志。为什么甲伊抗议呢？因为黄春明就认为讲，啊，即啥物母语无重要，母语就踮厝讲就好啊。而且母语呢，迄台语、客语，即根本就无书写历史，嘛袂当书写字，嘛无法度创造文学。伊是安尼伫骗想家己个母语呢。但是伊讲个敢有理？无理啦。所以咱接续来，剩只个20分钟，咱就来讲。到底台语会当书写无？无啥文化资产无？咱要证明是有诶，只是咱过去呢，因为中国政府、中华民国无要让咱有教育嘛，无要让咱了解家己历史，即地书讲咱拢大家拢变啥？变青面牛啦！哦，所以咱来问讲，啥物叫做青面牛？咱过去拢讲唔捌字就是青面牛，哦，在座敢有人认为家己是青面牛诶？有人讲哦，我中文足够，英文足够，日文嘛足够。诶，啊，你台语、客语，还是讲原住民家己的母语，会晓写、会晓读的袂？吼、哦，我相信99%的台湾人拢是母语的青面牛啦。啊、哦，大部分的台湾人都是母语的青面牛，安怎讲？文盲啦，吼、哦。诶，大包括我嘛是呢。我以前读大学以前嘛是母语的青面牛，嘛是台语的青面牛呢，是到我大学吼。学着讲哦，原来台语是安尼读安尼写，你啊才恍然大悟啦！哦，啊，咱即阵来看吼，啊，那安尼到底呢？即、這个台语呢有书写历史无？哈、哦，咱我先甲 PowerPoint 哈、哦、刷一下位置者。那、啊、这电脑速度较慢哈。哦咱先做一下调查一下好了哈。
恁感觉台语也好，客语也好，有书写的文献无？有书写的历史无？有诶，人举手者。啊，感觉无诶，举手者。啊，感觉不确定诶，无确定诶，请举手者。啊，大多数人可能拢无确定吼。啊，恁有看过啦吼？恁有看过即、這个？有看过台语啦，或是客语啦，或是原住民族的书面的文学作品呢？有看过哦，有看过人请举手者。哦，无几个人。哦，请问咱倒一看，你看到啥物款呢？嘿，这位同心，嘿，你看到是啥物款呢？哦，你伫长老教会下礼拜堂哈，所以你看的是白话字的文献。好好好，对对对，迄咱等下就是要来介绍哈。好来，我即摆甲这个档案调来遮一下哈。真好哈。咱大声先来讲一下，譬如讲像这份，这是1661年荷兰人出版的哈《马太福音》，啊，这就是用啥？用希腊雅的话啊，用咱编播作的希腊雅话所出版的呀，一边是荷兰文，一边是希腊雅的话，这个版本是这个甘伟廉牧师后来搁加英文版的去哩，所以三语对照呀，所以原住民在荷兰时阵，人就有书写的文字啊，是可惜无传落去尔，迄个失传去尔，过来台语的有无？有啊，咱拄只这位同心所讲的。白话字，早前伫19世纪后半期的时阵，嘛是透过传教士，甲罗马字佮传来台湾。啊，迄当时19世纪后半期，主要是写台语的，上早17世纪是写原住民的，19世纪的时是写台语的。像这呢，伫早前的这个白话字的教材啊，伊教你安怎来写台语，用罗马字来写，像这字典嘛有呢，足侪种的字典，上早。目前咱阁找到阁完整的字典，1837年出版的 Medhurst 所编的福建方言字典，或者是1873年，这个杜嘉德牧师所编的《下影大书典》，或者是1913年呢，咱台湾第一本家己本土出版的字典《厦门音讯字典》，这即摆改名叫做《甘伟林台语字典》，像这嘛真侪呢。咱这是记这三本啊，其实阁有吼。咱即来看一个，像这杜嘉德牧师所编的这个《下影大书典》，伊这用厦门话吼，就是咱台语的前身，甲英语对照的，你看这百外当中都有安尼，这字典呢，拢留一堆，毋是干咱台湾有尔呢，美国嘛有呢，英国嘛有呢。我以前伫美国读册吼，我博士、硕士是伫美国读个吼，伫美国图书馆嘛有查着呢，佮透过伊一个全球连线迄个图书馆的馆藏啊，英国个图书馆嘛有呢，所以伫迄个时代呢，咱个台语嘛是啥，嘛是国际语言呢，嘛算是国际语言呢，佮来像这咱台湾第一本咱台湾家己出版个《厦门音讯字典》。伊用白话字甲汉字对照的方式来出版的吼。过来除了字典之外，报纸嘛有呢。像这台湾府城教会报，当时出版1885年。1885年，迄当时中国甘五四运动啊。咱过去读中国历史拢讲，中国白话文运动是为五四运动开始啊。中国五四运动是当时差不多1919年，中国才在白话文运动啊。但是咱伫迄进前的30-40年，咱着安怎？咱着用台语的白话文伫办报纸呢？你若看这几份报纸，拢用白文写的呢。1885年，这标题是啥？来，这位同心，你学过白话字，来你甲咱讲看卖呢？嘿，对。真好对，嘿，台湾府城教会报，百外当前就有安尼。过来，有的人讲，迄个是毋是拢敢讲教会尔？无一定哦。伊不只是敢讲教会，嘛有其他个物件呢。咱来看吼，譬如讲，伊嘛有小说，
哦，有一篇白话小说叫做《日本的怪事》，日本的怪代志啦，啊，发生一件怪代志吼。这当时是啊，1886年第一篇小说，吼、哦，啊，过来，伊嘛有翻译的呢。你捌看过台语版的《灰姑娘》无？有看过伊举手一下，吼、哦，可能无啥物人看过啦，吼、哦。台语的《灰姑娘》咱安怎讲？你安怎念？你啊，灰姑娘哇、啊？真系袂听一人吼，毋是灰姑娘啦，人以前甲翻作土炭，因为灰姑娘因兜咧卖土炭啦，哦啊，所以伊个灰姑娘叫做土炭，哦，这是1915年伊就翻译，啊啊甲刊载伫即个报纸顶啦，佫有袂少啦吼，佫真侪遮相关的翻译诶作品吼，所以呢，伊有创作的嘛翻译，啊过来。除了第一篇的小说之外，伊嘛有长篇的呢。咱只看1926年诶，《开判》伊所写的、伊所出版的《出师线》几本的册，你看，这几本的册呢，第一篇的小说。诶、欸，迄当时中国还搁咧，还搁内乱的啦。哦，伊中国还搁未统一的呢，搁咧内乱的呢。咱着也有报纸，也有小说啦呢。哦，啊，佮有长篇，有短篇，哦，佮来文化评论的册，文化评论的册，蔡培慧伊所写《十项关键》《十项关键》，当时1925年，1925年啦，几本册拢用白话字写的，哦，啊，咱佮摘要出来，哦，像这，哦，这是用白话字所写的，哦，啊，伊《十项关键》就是提出伊的十大看法啦，针对台湾文化。要安怎才会发展？伊提出伊个十大看法出来哦。啊，过来，医学课本、医学个课本嘛有呢。1917年，戴仁修医生呢，伊所写个台语个教材叫做《内外科看护学》《内外科看护学》哦。1917年呢，你看中国个滴知乎者也也袂白话文运动，咱着有台语白话个医学个教科书安尼哦。过来，数学课本恁有看过无？敢有人看过台语的数学课本呢？而且百外年前，1897年、1897年台语数学课本必选的初学，啊，伊就甲你教，啊，用白话文咧教，要哪来算数，啊，所以你看伊只一个标题叫做计数的法度，啊，要哪来计数，啊，以上呢？咱是用举例呢，吼、哦，就是讲，其实还阁真侪啦，但是咱时间有限，咱来举例吼。啊，遮呢，大多数咱都有收录伫这套哈、哦，这套是去年呢，这个台湾文学馆委托我来做的这个台语白话字文学选集哈、哦。啊，这套内底有五本，哦，啊有分做五大主题啦哈、哦。第一个主题是这个文化论述加启蒙。哦，就是拢遮个册呢，遮个选集拢是为100年前，就是咱拄则看到遐个台湾府城教会报啦，也是讲为即个小说啦、等等啦吼，遮个遮出版品，咱甲浓缩甲精一寡，甲文学吼，也是甲文化启蒙较有关系，拢甲扣起来，分做五册吼、哦。第一册就是文化论述甲启蒙，过来台译文学就是翻译个，吼、哦，迄个时代100年前，咱翻译啥物货？哦，咱嘛甲讲出来，过来诗甲歌，啊，迄当时个较现代性个诗甲歌呢，咱嘛甲讲出来，啊，过来小说剧本，佮有散文，哈、哦，一套五大本，咱拢甲浓缩收录出来。啊，其实伊量是足济啦，几啊百万字个，啊，啊，但是呢，咱先甲讲一寡较即、這个啊，咱认为呢较重要个即个资料吼。啊，甲选录出来吼，所以各位若有趣味呢，会当上网络去买去查都有吼。台语文学选集吼。啊，过来咱拄则讲的迄呢，迄拢差100年前的代志啊。有的人讲，嗯，啊，以前有啦，好啦，啊，即卖都感觉有人伫用，有啦，即卖是够有人伫用。虽然讲中国人，中国国民党啊，因主政的即个中华民国无爱互咱了解家己的历史。无爱，互咱会用家己的语文，总是咧，嘛是民间咧，阁有人伫偷偷使用。譬如讲，当代即个台语文学的杂志嘛，阁有啊，吼、哦，像讲《台文通信》《台文网报》，
哦，啊用海岸台语文学杂志，哦，啊是讲台文正线，哦，啊是讲首都时报，这拢是台语文的刊物啦，哦，拢战后开始发行的，啊，遮的人拢安那，拢用家己的落袋的钱啦，啊，家己欠长内多开家己下的啦，啊，拢唔是政府支持的，政府也无要支持的，哦。啊，再来客语的，讲合法嘛有呢，啊，像讲文学客家吼，即最近新创办的，啊，种较早前有即个客台语的专刊，哦，鼓吹用客语书写嘛有啊，哦，啊，问题是为啥咱拢唔知，哦，这就是重点啊，即咱拄则嘛有讲到吼，就是讲，因为咱过去都无台湾教育嘛，咱过去的教育拢是啥，干那教中国的尔，教中国语文、中国历史、中国地理。对着台湾的拢无爱互咱了解，所以咱对家己的文化、家己的历史拢无了解。哦，啊，伊这是外来统治者调工的嘛？哦，伊要甲咱同化做中国人啊，无爱互咱做台湾人啊。哦，啊，所以呢，这个情形偌严重呢？咱得当甲看哈。咱目前呢，台湾母语的教育观是非常严重互剥削啦。啊、哦，虽然讲，哎、欸、啊，即卖毋是国校拢开始有教，有咧教母语啊，但是一礼拜一节尔咧。啊、哦，我有甲统计起来吼、哦，平均册啦吼，为、哦、小学到大学，华语呢，平均一礼拜差不多几节课，差不多17至24节啦。哦，因为小可有春秋吼、哦，差不多平均册差不多20节啦。为小学到大学，一礼拜差不多20节的北京话啦。这个是讲纯粹伊语文课哦，无包含讲啊伊数学、伊理化，来用中文来讲的，用华语来讲的，迄拢无算哦。纯粹着语文课，北京话着一礼拜超20节啦。啊，英语咧嘛有12至16节啦。啊，咱台湾语文有几节？一节几分钟？40分钟。哦，所以老师若较慢来，啊较早走的吼，都剩30分钟。啊，一礼拜30分钟尔啦。哦。啊，佫拢啊集中伫啥？小学啊尔，小学啊了就无啊啦，国中、高中、大学就无啊啦。安尼敢有道理？啊，即种情形就亲像啥呢？人即个北京话吼，拢是呾，逐工拢食白费啦，吼、哦，拢食迄种食较饱个，啊，半暝佫有宵夜通好食咧。啊，咱个母语是安怎？咱个母语是吼，一礼拜才互你食一顿暗糜啊啦。各位，一礼拜你若食一顿暗糜，你安怎？可能早晚的枵死啊！哦，枵到剩一支骨尔咧。结果即摆就是安尼咧。啊，即摆即算较好安尼。你啊，伫2000年以前是完全拢无个哦。咱即摆即是2001年开始实施，差10冬，即10冬来啊，才有一节。啊，咱即摆要甲要求2节，要要求爱有3节，伊讲无爱，讲袂使，讲迄学增加学生个负担啦。哦，去年呢，即、這个差6月呢。咱有真侪社团去甲教育部、去甲中华民国教育部抗议啦吼，我要求要增加母语的时数呢。结果伊讲袂使，讲迄增加学生负担。结果过无几工尔，伊就宣布安怎呢？伊讲高中吼，高中爱阁新增加必修的即个文言文的课，叫做中华文化基本教材，爱修几学分？爱修4个学分，而且足恶势的，讲爱分做4学期修，连续修2冬，要甲你糟蹋呢。哦，你看，啊，伊迄敢有经过啥物程序无啦？伊若要叫你收，你就是爱收啦。啊，咱讲要要求无语的课，伊讲迄增加学生负担。但是呢，伊若要收迄文言文的啥物中华文化基本教材呢？哎、欸，伊拢讲迄拢袂负担，吼、哦，讲迄种外好拄外好，那因袂拢好啦。啊，咱袂吼，伊拢讲迄拢袂使啦。所以看中国人恶一淡薄，啊，就是安尼。啊，所以咱今仔日等下。台湾语文的这个教育观呢，是非常严重哦，受到这个剥削哦。啊，这个，那根据这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啊，在2001年，伊有宣布一个世界文化多样性的宣言，以及这个非政府的组织甲国际笔会呢，在1996年所公布的世界语言观的宣言哦，这两个宣言拢非常。内容阁真侪啦，吼！你若网络 Google 一下，就拢有啊，吼！简单讲，就是根据这两个宣言呢，就是咱每一个
族群的，无论这语言的人口侪也少，拢应该是着尊重甲保护啦。哦，你就算剩一个人、剩两个人在讲尔，政府嘛爱甲你保护，嘛爱甲你保障呢，嘛爱予你发展的权利呢。所以呢，人联合国嘛在呼吁世界各国的政府，讲你着爱予遐个较弱势语言族群，爱予因啥，予有教育权，予有传播权。哦，伫媒体顶上，媒体顶台当使用，伫教育上伊嘛爱当使用呢。哦，结果呢？因为中华民国个外政官呐，伊都无爱予咱呐。伫伊心目中个时，啊，咱着厝顶个公民尔，咱厝顶公民呐。所以伊着甲咱剥削嘞。那无照讲，国际潮流是啥？用咱家己个母语来受教育，用咱家己个母语来进行传播权，也是讲创作，迄是正常个代志啊。结果伊即马拢无爱予咱呐。啊，咱要甲要求尔，讲咱安尼吼，会增加学生个负担。结果伊强迫咱个囡仔为细汉到大汉。一礼拜差二十几节的北京话，迄拢袂做，拢袂是负担哦。啊，这就是啥？双重标准啊！哦，这是咱即摆台湾咱较拄着较大个问题哦。所以呢，咱未来呢，啊，咱啊，即个有机会，甲中华民国哦，甲请倒去金门、甲马祖的时阵，咱台湾未来爱安怎进行？咱就是根据联合国个即个世界文化。多样性宣言，以及这个 NGO 国际这个即个非政府组织甲国际笔会所讲的世界语言权的宣言，咱应该就是爱采取保护咱台湾语文、咱家己母语以及语言甲文化的政策啊！啊，这是咱未来应该爱行的一个路线哈。啊，咱时间真有限哈，到这哈，拄啊好时间嘛，差不多哈，咱就到这一个段落哈。啊，感谢大家。啊，若有啥问题，咱等下。下课时再过来讨论哈，多谢。